哈喽大家好，下午还在哈，看一下房台准备了哈。拆违约，这边持续还在灌浆的哈。然后这一次台风可能会进来哈，多拍一点的哈，拍一拍，台风假的时候就不用再进来了哈。这边音架还在做呢，不要飞到海里面好了。飞机现在一直显示传感器啊有问题啊。我们用那个望远镜来看就好了。有，怪怪的。我们飞在陆地上就好，不要飞到海里面啊。万一掉下来的话，还有救。加油！他们下午应该是在做那个房台准备哈，收拾东西啊。
我们差不多这样就好，不用飞到海里面去了。飞机有点怪怪的。哦，各单位应该都开始做防台准备了哈，因为这次台风还蛮大的哈。真的回去，可能整台要真的要丢到那个米堆里面哈，去那个应该传感器异常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有进水啊，因为最近这几次连续哈都在雨天飞太久了，啊。外面应该除了那个底下的哈，它外面的大概就是在做防台准备哈。啊，这个雨势还真的蛮大的哈。哦。那个是飞机在摇晃，这个不是那个，我以为在桥塔被风吹到，那是上下摇晃的，哦，结果不是啊，应该是飞机在空中，我不敢飞到海里面了。现在各单位哈，防台准备了哈。哦，这一次台风哈，听说哦进来的机会很大哈。不过我还是相信，非常相信那个哦护国神山的那个力量哈，应该会。把这个齁挡掉一大半齁。那至于一样齁，因为它这个台风来已经会夹带那个云雨带齁，会有雨水那些齁。所以它那个住在山区的齁，还是要注意那个齁土石流方面的齁。哟，这里好像哟，这个好像是空拍机的，这个是不是空拍机啊？好，我们就这个下午直播就这样就好了哦。那这个风大雨大哈，镜头也可能有一点起雾的感觉啊。这边持续在这个拔那个哈、哦，之前的那个哦管理中心的那个围堰哈、哦，要把那个桩拔掉。哦，那拔掉之后，它持续在继续在填土哈、哦。因为他这个灌浆这个哈、哦、已经确定好了，这没办法更改，所以他还是要继续进行的。原则上，明天台风应该明天才会接近啊，今天应该是
海上台风警报嘛，然后还在南部哈，所以还离这还蛮远的哈。但是因为这次台风，听说它的暴风圈蛮大的哈，两个台风哦的那个宽度啊哈，所以它现在哦人未到，声音已经先到了哈。啊，就是有台湾话有一句话有没有？声未到吼，人还未到，声先到了吼。就是他那个台风也虽然还离很远吼，但是因为这个台风它的哦那个半径比较大吼，所以它现在已经影响，其实好几天前就开始在影响了。哦，我们今天该看的都看的差不多，这里下午我就不再飞出海去了哈，对，怕说到时候掉下去海里面就麻烦了。就暂时哈，在陆地上这样哈啊，然后用长镜头拍一拍就好了哈。周仔午安，宪雄哥午安，邱学良鸟，陈俊君鸟，洪鼎天大哥鸟，郑玉成鸟，朱张王鸟，纪言鸟，林天顺鸟。对啊，台风天大家放假哈，我在放假之前拼一下哈。我你们的画面看不到，但是我的画面就是一直有一个那个圈圈哈，忽突然出现，然后又消失这样啊，忽隐忽现哈，因为那个传感器可能被雨淋湿了哈。哦，虽然他现在大部分的都是在做那个防台工作了，那该有在进行。哎呦，哎，自己飘飞呢。我现在飘到哪里啊？应该没有在海上哈，我还好。要回去大概要放在米堆里面放好几天了哈。这一阵子连续好几个台风来哈，所以它这个是说真的哈，这个台风天一样可以，下雨天一样可以施工了哈，但是说起来还是对那个工作人员还是不太好，大家都知道嘛，你干爽在外面做事跟那个湿哒哒的哈，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跟感觉。所以我们还是要跟这些工作人员齁致敬了齁。好，你看在收东西齁，准备要宽宽的被休困了齁。OK， 我们这个齁直播就暂时先到这边了齁。为了让我们下一次可以继续出来飞齁，早一点。其实我早就应该要休息了齁，想说台风这一次进来的几率很大齁。其实台风每一次都有进来，只是没有到北部而已啊。那我们多拍一点，看看它下午有没有什么变化。但是因为台风哦比较胖哦，所以它接近，我们还是想要看这个哦大风大雨的状态之下，这个哦工作的状态哦。好，谢谢大家了哈，下次再见了。好，祝大家明天都放假，明天大家都放假哈，老板就头痛哈。那个报告不是都有写说
放一天台风价损失315亿。其实这个哈、哦，说真的哈、哦，我觉得应该是说没有赚到而已，不能说损失啊。哦，因为你赚，你要卖东西，你还是要出材料啊，你材料都没有出去，怎么会是损失的哈、哦？因为那个315亿那个太夸张了，那个是乱算的，我个人觉得那是乱算，那个不准。哦，好，哟、哦。在我的正上方了哈，315亿太浮夸了。啊，你也就人种地话，还要安怎算？哦，啊没有出去种到，哦，那个灾损你也要算一下。OK， 拜拜，谢谢大家。不掉，结束按不掉，降落。啊，原来是。那个雨太大哈、哦，因为那个传感器上面都是积水了，擦干应该就 OK 了。原来如此。关不掉了。哎，点了画面没有用。